going ring shopping. Yes, we are. We found the perfect ring. The big problem here is if they have his size, because his size is abnormal in Asia. He is a size 25 or 26, so that's a big question if they have his size. Lava.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周日，今天也是行程满满的一天呢。我们的车友已经寄坏了，所以昨天刚到了新的。早上京东的人会来装，可能还要请他看一下我们厨房的那个水龙头。我们家问题还挺多的，是这个，晃来晃去的很烦。 新的油烟机，但是上面这个管子有点丑，但是油烟机是可以用的。哇，终于可以煎牛排了，哈哈！还请他简单的修了一下这个，其实很简单，它就底下有一个塑料的螺母松动了，他把它扭紧了就好了。不错不错，现在我要收拾一下。 My first time trying this. Seaweed, mayonnaise, and inside I think it's just meat. Finished the photos. I look, yeah. My hair looks really unnatural. I don't know. Like a wig. Yeah, like a wig. You look good though. I think you look good. Hello, 我回来啦。 刚刚去了海马体拿我们的登记照，整体的感受下来呢，的确服务非常好。去取片的时候，如果哪里不满意，还可以让他再帮你修一下。这个发型有点太死板了，不太像我。你看我，但是摆尾拍的不错，它根据我们的要求没有怎么给它披，它的细纹呐、脖子上痘痘啊，全部都没有披，美中不足就是我的发型，因为我以为。 民政局是有硬性要求，可能你的头发需要怎么样，然后你的耳朵全部都要露出来。但是我后来又上小红书去查一下别人的登记照，其实就是稍微露一点耳朵就可以了。我打算再去试一下，也是小红书上推荐的海燕照相馆，听说他们家就是照得很真实，还有点复古风，然后洗出来的照片还有花边，好像也比这个海马体要便宜，好像200就可以搞定。不过海燕照相馆需要你自己准备妆发，你的登记照也会从这两个里面选出一个。明天我要去打HPV的第二针。
刚拿到一个快递，新的 AirPods 的保护套，以前的那个 AirPods 就是经常摔。慢的推，对，慢慢的推，缓慢的推。去领证了，所以今天是我单身的倒数第三天，希望到时候一切顺利。已经 double triple check 我们需要的材料，然后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裙子也改好了，我昨天去拿的，对戒、头纱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唯一的一个没有完成呢，就是我的指甲，在领证之前我要去做一下。请了一个跟拍的摄影师，因为我们领证预约的时间是下午，所以上午我会先去我妈妈家拿鲜花，去理发店吹个头发，然后把头纱戴上，准备好以后我们再和摄影师见面去领证。领完证可能再拍一些照，可能也要几个小时，然后晚上我们会和家人一起吃饭庆祝。是挺激动的一个星期，目前我还没什么感觉，话里都是骗人的，通宵路乱撞或者紧张的感觉都没有。可能也因为我们两个算是过上了结婚的生活，我们两个一起住，我们两个一起 budget 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们两个都是像一个结婚的夫妻一样一起经历。现在我打算喝一喝咖啡清醒一下工作，然后做完晚饭我再去做核酸。这个就是今天的安排。